我说四色猪蛋了，我怎么了？爸爸，洋洋，你听爸爸跟你说啊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这个阿姨是想跟爸爸好，因此在讨好我。洋洋。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还在惦记那个被烧死的孩子？那是不是还没有找到侦破的线索？不，我是愁这条线索为什么来得这么快。这条线索在我见到女孩父亲的一刹那就牢牢固定在我的脑海里，现在我是想办法把它排除掉，排除掉，排除掉，但总是挥之不去。怎么？你是怀疑杀死女孩的是自己的亲手？不，这是我的一种错觉。虎毒不食子，何况他的邻居们都说，女孩是他唯一相依为命的亲人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笑话，怎么是我有先知先觉呢？哎，自己喝水啊。好的。老陈啊，啊，其实我讲的只是一种普遍的规律。来坐。火查工作要前置，尽量提前进入情况。这对起火原因的调查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！将来我们全市各支队，无论大小火场，支队火查科的人员必须第一时间到达现场。明火一扑灭，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，立即进行现场勘查取证。总队火查处在有可能的条件下，也提前出警，早一分钟到达现场。你捕捉现场的信息的真实度就高，你的第一感觉就准确。
曾队长，几个支队长可不这么说呀，他们说咱们的总队长啊，凭借现代化远程指挥系统，在指挥中心就能判断出是人为放火还是意外失火，神了。你这次派陈凯琳他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这就验证了总队长的神断了。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火查永远是第一线的工作，必须给他们各种支援，包括信息和装备等，让他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，第一时间掌握最关键的资料，为提高火灾的调查速度和效率提供有力的保障。宋队长，陈凯琳认为这场火灾是人为纵火，是谋杀呀。那就让刑侦立即介入。啊不，陈凯琳的想法是，能不能给他三天时间，到时候把凶犯一起交给刑警队。他有这个把握吗？其实啊，分局刑警队已经介入了，由于人为纵火的证据没有完全掌握，要等火查处查处起火的真正原因，才能确定火灾的性质。也就是说，陈凯琳他查出了火灾的原因，凶手就水落石出了。是的。好，那就给他三天时间。好。哎，你不要进去啊！我不进去，我知道有规定。我看火查处的一些领导太辛苦了，给他们送点水什么的。哦，陈部长，哎，太辛苦了，你喝水。哎，谢谢，杨同志，我碰到一个。哎，有矿泉水吗？可乐太甜，我不愿意喝。是吧？有，冰的。啊，爽啊！哎呀，爽就好。哎，小刚，去把物证交给林峰他们，我在这儿等你们。是，坐下。啊啊，谢谢。陈部长，真没想到啊，干你们这行的还真不容易。干我们这行就是个吃苦受累的差事啊！你看这一身土一身灰的，到了现场哪有干净的时候？要不人家说我们是扒拉灰的。哎，他们怎么这么说你们？开始听起来也挺别扭，后来听惯了，也就无所谓了。咱就是干这行的吧。该罢了，那就得罢了。火一灭，还得进现场，找物证、看痕迹，想躲都躲不开。哎，时间长了，我们自己也这么叫了。是是是，干什么也不容易啊。啊，对了，那个，查出着火的原因了吗？哪那么容易啊？不是，我可听说您是火场神探呢。你要是查不出来，不就麻烦了吗？谁说我是火场神探呢？查不出来的火灾原因多了去了，这火一烧啊，什么东西都烧光了，想找出点线索太难了。哟，原来火灾调查这么难呢，我还以为您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呢。你说我什么？不，您老将出马呀，一个顶俩。我也这么老吗？没有没有，我这比喻嘛。老周，你现在干什么工作？我呀，在一家物流公司当副经理。这么说，你也是殷实人家了。哎呀，一般吧，说得过去。老周，你是怎么发起来的？哎呀，哪叫发呀？原先呢，我在厂子里边开车，后来厂子倒闭了，没活干，我在外边跑了两年出租车，后来啊，跟开车的几个哥们儿联手办了这么一个物流公司，还算不错啊，公司挣了钱了，我手头也富裕了，打算呢在五环外买套新房子，把这个旧房子卖了搬出去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一场火
你在这住多久了？快30年了。嗯，在城里不是挺好吗？干嘛要搬到城外去啊？孩子他妈走了，回到家里啊，空荡荡的。一看这个家里这个老家具啊，就想起孩子他妈，我挺难受的。想换个环境，带着女儿啊，好好过日子。是啊，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。处长，你还需要我干什么？您说话。公司呢，现在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，我能帮上忙的，干什么都行。不用了，嘿，调查是我们的事儿，有结果了，我们会告诉你的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金处长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喝茶？我有个朋友是做茶叶的，全是今年的新茶，我给你弄点怎么样？好，我想喝了，我会找你要。您可别客气啊，等我走吧。招警的资料有了，你说说吧。2年前，赵警的老婆不幸去世，唯一的亲人就是他的女儿。他们相依为命。是的。我见着赵警，怎么老觉得不舒服呢？您的意思是说，一对相依为命的妇女，女儿突然间被火烧死了，按常理来说，父亲应该是痛不欲生，哭天喊地。但是赵锦的情绪并不是这样。他大多数时间比较平静，不卑不亢，淡定自若，而且主动积极地配合我们火查人员走东走西进行调查，好像在调查别人家的事儿一样。因此你无法排除对赵锦的怀疑。是的，我也觉得这个赵锦有重大的嫌疑。处长，赵锦的情况查清楚了，说说你感觉。好，今天上午我到南城华岩社区的妇联去了一趟，主要是了解赵锦妻子的情况。你们猜怎么着？没工夫猜，直说。对赵锦的怀疑可以排除。在邻居们眼里，赵锦的家庭曾经被评为模范家庭，他和他的妻子已被评为模范夫妻。由于他妻子常年有病，赵锦这几年挣的钱呢，基本上用于给妻子求医看病上了。邻居们也经常看到夜晚赵锦背着他的妻子到卫生所打点针，几乎是风雨无阻。而且对他那个有智障的女儿，智障女儿，对啊，他有一个女儿，天生的轻度智障，但人很老实，也很听话。赵锦对这个女儿呢，可以说是爱如珍珠，惜如玉。这都是社区的妇女们跟我说的。如果说赵锦有烧死自己女儿的嫌疑，不合情理。你们都去忙吧。赵警的怀疑可以排除。我也觉得这个赵警有重大的嫌疑。如果说赵警有烧死自己女儿的嫌疑，
不合情理，不合情理，不合情理。哎，小周啊，哎，别哭啊，我可是第一次见你哭啊。天君，我知道我有时候说话嘴不饶人，但我对柯凡从来没有什么别的想法，可他现在已经迷上了那个药业公司的女老板了。哦，是这样，你是担心柯凡真的会离你而去？他的辞职报告现在还在我这压着呢，但局党委批不批还另说着呢。当然，从柯凡的态度来看，有针对我的意思。我跟局长汇报过，局长说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希望他能主动的回心转意。如果他再一意孤行的话，局里就做除名处理。这样吧。小周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抽个时间呢，把他找回来，再跟他聊聊。天君，你当初真不应该让他去接这个什么药业公司的案子。他就是因为这个案子才和斯特朱丹认识的，而且现在两个人越走越近。这真的让我真的很痛苦，很恶心。小周，你不要过于激动。其实呢，我劝呢也劝过了，再试试也可以。不过，我可不敢打保票啊。你说他走火入魔，倒是真的。太可怕了！昨天晚上，凯琳一晚上都没睡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今天早上在他的枕头上发现的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这回掉了这么多的头发，我真的为他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我担心他办案子把自己办进去了。周岩，你劝劝他，该休息的时候就让他休息。有些案子不见得非要他主办，你们多顾问一些不就可以了吗？程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哎，还不是着急闹的。成千上百的火灾案你都查过了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案子陷进去了？这可不像你这个大名鼎鼎的火场神探的风格。还风格？我都快疯了。你可不能疯。你要是疯了，咱们火查处的人也都进精神病院了。开玩笑的。哎，办案子就怕没有线索，这回奇了怪了。有了线索，自己觉得不可能，不应该。我老是处在自己推翻自己的状态中。不会吧，周远。嗯，你说我是不是得了抑郁症什么的？我看是有点状况。你呀，真要去看医生了。真的？真的，我给你请医生。你看啊，这个现在这个报纸啊，它是……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又被柯凡的事儿啊？不是。那是什么事儿啊？还不是为了您的弟子陈凯琳啊。他又怎么了？我现在是没办法了，谁说他都不听。
现在可以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也只有您了。你是不是说凯子那一根筋的劲头又上来了？没错，两天两夜不吃不喝，人就跟着了魔似的。你还别说，我呀还就是喜欢他这一根筋的精神，有点像我。像我。哎呀，他呀也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，所以在我众多的徒弟当中他才能脱颖而出，出类拔萃。爸，您就别夸他了，他都快让您宠得发疯了。哎呀，我的徒弟我摸底儿，病根在哪儿我知道。这样，你把他请出来喝茶。不吃药喝茶？对症才下药，对脾气不是喝酒就是喝茶，喝酒现在不是时候，那就只能喝茶了啊！但是得你把他请出来，你要请不出来，我可就不救了。那我就跟他说是您叫他出来的。你要说是我叫他出来的，也许他就不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们有君子协定。进来。你们这是？程处，我们刑访到一位老中医，约好了今天给你看病。给我看病？我有病？胡闹！上班不穿军装？你们俩还像军人吗？程处，说句实话，这些天你有没有病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，对吧？是啊，心病，这你都看出来了。那就走吧。我还是不去了。你看，说自己有病的是你。深感自己不能自拔的也是你，对吧？是啊，是。处长，您今天呀是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为什么？这可是位大师级的神医，他看病都不跟病人见面的。您的病情呢，我已经跟他汇报过了，他说啊，得亲自给您开个药方，保证方到病除。吹大了吧？这位神医谁呀？神医是谁？现在不能告诉你，留点悬念吧。但是你必须虔诚才行。哎，好吧，就当换换脑子。清心润肺，更能灭火。凯琳来了吗？处长，爸，茶已经喝两壶了。
师傅，你的病情，周元都跟我讲了，你郁闷的症结我都知道了，我开了个药方，拿回去细细调理吧。师傅，您什么时候学会中医了？俗话说得好啊，不管白猫黑猫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啊。不管中医西医，药老病除就是良医。对，拿回去再打开。啊，其实能看懂我病的人，也就是你。你们俩搞什么名堂？啊？这。我还得谢你们俩。看一看吧。什么事儿？看了病了。情意、情谊、情趣、情韵、情，没了。嘿，我还就不信琢磨不出来你这个情呢。情，情，情。忽悠了，不可能！我爸怎么可能忽悠你啊？怎么了？他开的方子不灵啊？什么方子？说给我治病，说方子开了以后就方到病除，啊？我看你家老爷子是在跟我调情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就这么一个字儿啊？可不是，一个情字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爸从来都不喜欢玩虚头巴脑的，写字写诗从来没写过情诗，今儿怎么玩起感情游戏了？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。不行，不能打。一个情字解不开就打电话，显得咱多没文化呀！不懂就是不懂，什么文化不文化？不能打，去把李兰叫来，一块研究这个情。
我看要研究就全处的人一起研究。不行，感情的问题必须要有感情经历的人来研究。那俩小子光棍一条，不叫他来。李兰跟郭中队长正在谈恋爱，属于感情迸发期。你呢，感情危机期。哎哎哎，谁感情危机了？没危机，我危机。快去。哎，周叔，这干什么呢？这没你们俩什么事儿。哎，我们俩怎么了？我们谈情感问题，你们两个光棍进去干嘛？周叔，你这话说的我不爱听啊。那我们是光棍，是我们错吗？就是。那是谁的错呀？那肯定是女方的错嘛。哎哎哎，你们俩这说谁呢？本来就是呀。对吧？咱们处好不容易分来一个搞火茶的女研究生，对吧？贺参谋也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处，哪知道这肥水流到万人田里去了。你说这个程处长、周处长，你漠不关心的，咱们贺参谋不就被失恋了吗？林峰到，你能生？真的，而且很快。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还不快进来？他怎么会写这么一个字儿呢？要说这情吧，内容就太丰富，含义太深刻了，可单单这么一个字儿，挺难理解的。叫你们俩来就是帮我解开这个字谜。没想到你们俩比我还木。哎，处长，这是周老给您开的方子，治的是您的病。您有病，干嘛让我们一起吃药啊？哎，要我说呀，您还是从自个儿身上找找，想想咱们周老为什么要给您开这么个方子。哎，是你们俩把我的病情跟我师父说了。这个情字，这算哪门子药方？难道说我程凯林无情无义，不懂得感情，缺少情感生活？不是啊。哎呀，我师父最近怎么琢磨起这个来？你们俩是不是在我师父面前说我什么坏话？我们当他面也没有说你什么呀，就说你承担花园街失火案，走火入魔了。你跟他说这个干什么？那是我的工作上责任，你们跟我得抑郁症有什么关系？不不不不不不，谁得抑郁症了？你们俩谁说的？那天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你说你突然不相信自己了，对自己感觉很不自信，想摆脱又摆脱不了。我们问了心理医生，说这是抑郁症的前兆。柳芳嫂子也是这么说的。你跟柳芳说了？柳芳她找的我，她很担心你，说你最近总是睡不好觉，头发一把把的掉，你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，我们都很担心你，真的。你们俩走吧，我自己再琢磨琢磨。你俩不走，我走。
周元啊，这两天你们工作也没有进展呢。部长，什么指示？哎呀，我没有指示，我就是着急。总队长上午听汇报时，问到化验街火灾调查的案子情况时，我说原因还没有查清楚。总队长一下就急了，什么情况啊？不就是一家失火吗？很难结案吗？但这户人家的亲生女儿毕竟被烧死了，而且赵锦有杀害自己女儿的嫌疑。凯琳倒跟我说过这个事儿。现在看来，这么重大的案子，三日之内要查清原因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有压力呀。他人呢？里边呢？他摆谱是不是？给他找出来。等等，部长，还是先别打搅他吧。不打搅他？他干什么呢？三天之内是陈凯琳立的军令状，军中无戏言。三日之内要是没有结果，我怎么向总队长汇报啊？如果你们要是有困难，我马上跟总队长说一声，免得到时候这不行那不行的，到那时候你一千个不行，不也都晚了吗？陈部长，我看这回是真不行了。刚才我看到我们处长都瘫那儿了。林峰，没那么邪啊。咱们处长思考问题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。部长非常了解程处长，是不是？部长，走火入魔了吧？对，是有点走火入魔，但我觉得这是进入了一种境界。但是，周处和李兰觉得程处啊，他得了抑郁症。神神秘秘的带他去看老中医，还开什么偏方？刚才您来的时候，人就在里面研究这个呢。有病就赶快上医院，别装神弄鬼的。什么偏方？拿我看看。部长，您看也看不懂。你们是不是认为我陈东升是混吃混喝啊？错了。陈凯琳，我最了解他了。要是走火不入魔，那才叫有病呢。只要他全身心的投入，没有破不了的案子。走，看看他去。哎呦，部长，我看您还是先别去了。我们处长在里面自己给自己放电影，就您懂的。我把这个事儿给忘了。陈凯琳要是放电影了，就是天皇老子，那都不敢打扰他。行，那就等他电影散场再说吧。说说，那个老中医是什么人？不是什么老中医，就是周老。啊？这，周老出山了？我看程处这两天寝食不安，真的很担心，我就把他的情况跟爸爸说了，爸爸说没事儿。他给程处开了个药方子，调理调理，保证方到病除。好，太好了。周老还是老习惯呢。过去啊，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周老就经常给我们开方子。那既然有了方子，那就照方抓药吧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方子有了，可方子上的这味药无处可抓。无处可抓？什么药啊？情，情感的情，情况的情。情，这情是什么药啊？方子上就一个情字啊？就一个字儿。这有意思。情，情是什么？周老，知道陈凯琳立的军令状吗？不知道。这就不妙了。我敢肯定，周老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情况紧急，所以啊，他才悠哉悠哉地跟凯琳呐玩这个猜字谜。要不，师傅方子开错了？
或是拿错了。陈志的电话，叫陈伯伯。这小丫头没他不知道。老爷，你的关门弟子陈凯琳伯伯来电话了。哦，他来电话了啊，真好。哎，凯琳，怎么了？师傅，没想到，真的没想到，你还挺有小情调的。再给你写一个，你错了。你别冲我陈凯琳啊，你冲着师母。这不是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吗？不要模糊了自己的一双火眼金睛。照你这么说，我成罪魁祸首了。不就是为情所困吗？你让他自个儿琢磨。大眼对小眼，不读不识字吗？最好能找到一副完整的麻将牌。